先哦，谢谢陈立伟的支持及那个周局长的支持哈。农会这边哈，第一个就是希望推出好的产品，啊，互农民通啊直接收。所以即个因为咱迄个业务的支持哦，甲咱往迄种在地的迄个南瓜吼，要甲推出去。啊，其中咱的迄个经过好几次的评鉴，咱的迄个农民哦来咱的迄个地吼，那么伊会甲恁讲讲，伊是安怎建造这个这么好的金瓜，通啊，互恁大家去养，无啥物污染当中去食着上好的这个金瓜吼。啊，阮伫遮，阁有一个就是讲，你若买着一份的南瓜、金瓜吼，啊，阮拢有提供一个迄个国立兰那个教养院学校吼，特殊教育学校吼，它每份都有提供10元的那个救助金吼，啊，希望大家拢来共同来参与吼，谢谢吼。